Hello，江江，今天来改这台绝智涡轮剑齿虎。那我刚才来的时候不小心 A 到了，那我来修理一下载具。这台呢，一定要升级，它才可以让你改其他的东西。那我们就升级吧。哇，49万哎，买了。哦，一买就是跳跳车。那后续。我们改到100趴，3万块，刹车7000块，保险杆有客制化的，然后扩充型，然后喷漆及车底导流板，我实在看不出来车底导流板什么不一样的，那喷漆及大型定风翼。那就用最好的吧。后保险杆有喷漆，后保险杆。哦，它是颜色可以做一体成型啊，但是就没有那个银色的部分了。那我就用这个吧。底盘有防滚架，它有防滚架跟特技笼哎，特技笼是做特技用的吗？那就做特技笼吧。引擎机体调校，它有 V8 引擎，各核心的客制化，喷漆客制化机体，V8 喷漆双离引擎壳，然后 V8 各核心，条纹的，还有彩绘涂装，我看不出来哪里有彩绘涂装啊。我选这个好了，各核心的。那空气滤清机器，它有向后引擎排气管，哦，排气管是真的是向后哎，要垂直的，然后隔合金的，选这最后一个吧。那我改最好的，哇，加速马上全满。那排气管的部分有原厂，然后。合金大智老测出是，那水箱护罩用这个好了，引擎盖原厂，护罩是蒸汽碳纤引擎，三重单音进气。这个，液压装置，哦，双隔合金泵，哇，好多电池哦，哇，当然选最好的啊，V 型排列，25万，哈哈，好贵啊，买了。那内装装潢的部分有，哦，它有设计耶。哇，原厂是这种黑色皮革的，那豪华丝绒，哦，豹纹呢？五斑，它这都是黑色，后面应该有其他颜色啊。鳄鱼皮耶，迷彩，好多条纹哦。我们选最贵的吧，皮革数码迷彩。好，装潢颜色啊，这里可以改颜色。你可以先改颜色，然后再去选你要的设计。先随便选一个好了，它绿色的我就配这个亮橘色。OK，然后你的这个设计就可以改，会比较明显。豹纹五斑的，我就改一个豹纹绒毛的。装饰的部分啊，我就从后面开始选，选不一样的好了。Frankenstein，
仪表板有原厂长这样哦，然后人家女孩就是变白色嘛，啊，火焰啊，那个图啊，然后老派骷髅，啊，就是一些图不太一样。它后面可以改颜色，我猜。啊，无毒骷髅好了。方向盘有三管齐下是什么？另外一管呢？啊，先选看看其他的。老派耍酷哎！哇，来根木头。它是木头制的，哇，野马，哇，锁链环，来个木头吧，呵呵，那排挡头，哦，八号球。这是活塞吗？好奇怪哦。四百。哦，后面这里耶。我听说晚上会发光，所以选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。啊，这里啊，这里有。有写霓虹的，应该就会发光了。Benny，车内音响系统。哦，马上音乐就不一样。无的话就听起来音乐就比较闷闷的感觉，然后按方形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圆形内装灯啊，果然这边可以改颜色。改车灯，霓虹套件3万，颜色就给它绿色。涂装蓝色勾边，因为我的绿色太亮了，跳不出来。来换个颜色，蓝色勾边，黄色细笔，皇家细笔，哈哈，哇，地狱火焰啊，地狱烈焰，啊，这搭配我的内装很好，很适合哎。中间有三个女生，地狱烈焰，好，就是你了。那我车灯也改一下，红色，喷漆换一个。亮金属，棕黄颜色。先不改装潢颜色，因为我之前有选黄色的。导流板有低导流板，变速箱法钳，后车厢，哦，单体喇叭，圆形喇叭，当然选最好的啦。涡轮，
3万块。车轮类型的话，班尼特制。随便选一个，然后轮胎颜色、轮圈颜色换一个红色，轮胎款式。线，强化，然后烧胎用红色，车窗淡色，好，改完了，终于啊，开出去喽。哇，终于天亮了，你看，啊，我们来试试看它的跳跳车功能好了，首先长按叉叉。按住叉叉，然后按住再按单一次，它就跳起来。然后我记得好像是，左边这个摇那个香菇头 L3 往上弹，它就会弹起来。按住下的话，它就从后面弹。开启喇叭之后，再配合它弹。欣赏一下它的外观吧。
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